大家好，Strom。今天我就是顺便做一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录 DI 吉他的 DI 的时候应该怎么录。其实录出来这个两个波形啊，都是通过我们的 DI box 再加我们的声卡啊，就这样子。其实它的 DI 信号是非常整齐的，你可以看这个。那好，我们加一个 POD Farm 的 Drive，也 Scream 吧，那个 Overdrive 来推一下，那两边都打开，声音就是这个样子。那今天这个视频也顺便给大家测试一下这一个 Webs 九，然后刚刚出的 PRS 那个三个相同模拟只要49块美金，然后三个其实这里也挺好的，你看可以加在我们自己的 IR 自己的复刻箱体啊，还有他们自带的有8个那个 cabinet 箱体啊，OK。那我们怎么加呢？就是点这个 Open File，然后选择我们自己的 IR，那这个是 FGD Studio Caps，这是我们自己的测试版那个 IR，那这里 On and Off，随便你选了，选 On 的话用它自己的音色咯，它自己的箱体咯。那我们接下来可以选择 off，两边都确保是 off，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点 off。那我们是拉下来，可以点击这一个，这个是 IR 的加载器，我们加载我们自己的 IR，两边都一样哦。那么拉进去，拉上去，那这样子的话会确保同一个箱体。那这里有 IR，你可以点进去，然后选嘛。选我们的 IR，那两边都是同样的。选 IR on，然后这里要加载，确保它是加载我们自己的。那我们试一下。那我们来加载它 PRS 其他两个箱头，我们一个一个来。这一个呢，先把这个拉上去吧，因为箱头加载的太多了。对，把它复制过来，然后把上面的 mute 掉。
这里要打开 lead 就是失真的通道。好，下面打 off， 不要它的箱体，我们自己的箱体。来，两边都一样了。那这时候呢，我们再把我们自己这个箱模打开，来试听一下音色，因为这样子就会确保是同一个箱体。有没有奇怪？哦，我知道，声音太小声了。很奇怪，我第一次用这个，我也不懂。好，我们两边都给它复制一样的，把这个调最大。哎，好像裂了。对，打个裂。我觉得它的音色还是可以吧。我们再加载第三个。啊，这个绿色的看起来还是挺漂亮的，把它拉上去。复制过来。先把拉上，复制过来，拉上去。我电脑是加太多了。其实我都不想去调它的参数，那就默认好了。先确定要把这个箱体模拟给关掉，全部都关掉，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试听它的原始的音色是怎么样的。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偏轻音的吧？所以啊 ，PRS 的箱头我是没有接触过了。确试一下，把两边都给调成双声道。感觉不是很适合这种朋克摇滚这个箱头。啊 ，boost 打开的话，就是失真会多一点点而已了。
家听的时候不要因为它的大小声而去影响它的音色，你对音色的理解知道吗？所以只是大小声的不同而已，并不是它音色不好。你看这个是 Guitar Rig 5， 你看我们总体来试一下吧。哦，我觉得 GR5， 我觉得这个 Guitar Rig 挺不错的。那这个是 Amplitude， 那这个 Cap 我是 mute 掉的。Studio One 自带的响应，就它的扩展包啊。这是 Helix Line 6， 那也是选择一个 Marshall 的箱体模拟，因为这个是比较适合朋克嘛，流行朋克应该这么讲。那这个是 Spar， 我感觉它的高频会偏多一点点，但是声音出来会比较干净。那这个是百威的，它自带的那个箱头模拟的插件，我把它的箱体也是mute掉的。接下来就是 Waves 自带的了，大家别以为它的音色不好，其实是声音小而已啊。那么拉下来其实还挺多的，我大概加载了应该有24个。那这是 Line 6 BLD Fog， 那是我经常用这个软件做音乐的。你说不好吗？不可能不好了。那这是 Bias FX， 这是 Marshall 的箱头模拟，然后我的 Cap 也是 mute 掉的。那这是另外一个，我不知道他的英文写啥。这个 Studio Devil， 不过他的音是失真，也太失真了吧。那这是我们国产的 VS Dump， 那相同模拟也是选择 Marshall。因为接下去你们可能不是很经常接触到的箱体，我都来试一遍。箱头了，不是箱体，说错了。这个箱头呢就有点懵了，你要后期要用 EQ 来修改一下。这个挺不错，这个。Subtude， 这个做的比较重型，它其实的音色不是偏向于那种Marshall 的那种。那这个其实是 Star 那个 Spark 上面的同一公司出的 ，ACM 800吧。
其实这些都不适合做那些比较轻的流行朋克那种音乐了。大家凑合着看吧。那我们点击最后一个的，这个是一个单个的插件，我们再搬回去听一下，把鼓也加进来，贝斯都加进来。大家看这里的总线啊，其实我什么都没有挂，我只挂了一个 L2， 它目的是为了增大它的音量、它响度而已。整个混音的鼓带都没有做任何处理。其实啊，你会发现，我们选对音色会比后期处理更重要。所以 Guitar Riff 5这个东西是不会很差的，大家也不要把它丢了。这么多，像红模拟、像底模拟啊，其实它的原理都是差不多的，还不是一个 EQ 是吧？一个失真度。打鼓呢，我是用 Strums 我们自己开发的，军鼓啊，还有炮鼓、铜鼓都是。然后是把 Reverb 打开了，然后把这个力度啊调到0%，它不会变。其实啊 ，PLD 跟这个 Bias Effects， 它音色比较相近，但是这个音色会偏硬一点。这个也挺不错的，但是我不知道它牌子是什么。我这 Studio Devil 要玩重型啊，玩老式的那种重型金属比较适合。这个怎么讲呢，它的重音会偏多一点点，也是要后期制作的。这个是低频偏多，这个是刚刚好，这个太牛逼了，这音色我喜欢。诶，这个好像差不多那种感觉。今天这个我相信整个 B 站都没有人做过吧。24个箱头模拟对比，朋克音色。原来这里是可以调大声的，才忘记看到，这样会好一点。